好，那我请教一下文杰议员啊，你怎么观察俄乌现在一触即发的局势？而且局势确实牵动着全世界。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他们从头到尾他们就否认说我有想要侵略或进军的意图。那譬如说，前几天那个英国的外相，外长跑到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俄国外交部长碰面。俄国外交部长就问他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领土上面演习，关你们什么事？所以他们到俄罗斯到目前为止都是坚持这样，就是说我没有要进军，好，那这个是你们自己歇斯底里，包括这个昨天拜登跟这个普丁讲话，那俄罗斯的方面的发言人出来也是讲说西方在歇斯底里。但是美国这边呢，他就现在的一个做法就是蛮创新的啦，这好像我们在打选战的时候，常常会说预告说这个国民党下个礼拜会出奥布，对，还是国民党下个月会出怎么样？他像预告16号要动手啊，对，所以这个在国际政治上面这样的玩法，好像我的印象中是第一次，我没有看过。然后 CNN 他最近这两天也在讨论说美国为什么要玩这个。他的逻辑大概也就是跟我们在选举的时候说人家奥布，当你先公布人家会怎么样的时候，往往那些行动就不会发生，所以在我们台湾选举史上，当你说人家会有什么奥布的时候，通常那个事情就不会对手就不会做了，所以我想美国他可能是想要利用这个方式来让俄罗斯不会做什么事。但是我建议大家就是说我觉得美国会有一些，当然他会有情报，但是他会比较习惯性的做一些比较谨慎的措施，所以他会呼吁侨民先撤。我看到现在大概有39个国家，都已经要呼吁大撤侨啊，撤侨了。但是我看到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他是呼吁大家要注意这个防疫安全。也就是说对中国对驻乌克兰大使馆是基本上对这个事情是很淡定的。那大家要记得就是说冬奥开幕的时候，普丁不是才刚跟习近平达成一个这个等于是无限制合作的协议。那不管从战略上来讲还是从道义上来讲，当你才刚刚达成这样的无限制合作协议的时候，如果普丁要动手，他一定会先告诉习近平，中国一定会先知道，那中国的驻乌克兰大使馆他一定会发出一些声明。中国在 我查了一下，中国目前在乌克兰大概有20000人，2万个中国侨民，所以他要撤侨也不是可以偷偷摸摸慢慢撤的，一定会有声音的。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看说情势紧不紧张，我觉得与其看美国的反应，不如看中国的反应。那我看到目前为止中国外交部也是像赵立坚就不断的也是说是美国太过歇斯底里太紧张，似乎看得出来说中国，以中国目前来讲，他们是似乎还蛮有把握说普丁不会动手，所以我是建议说大家看美国反应不如看中国可能会比较准一点。你认为这一次的资讯跟情报的解读，中国的反应可能比较接近目前真实的状况？我认为普丁会跟俄国会在战略上面或在道义上面会先跟中国打招呼，这是一定的，那他没有欺骗中国的这个必要性，那所以中国的反应是大家可以用来参考的一个指标。那如果16号没有动手呢？那就股票可能大涨吧。请教一下文杰议员哦，你怎么观察台北市的选战？我觉得黄珊珊的行情是会慢慢上涨，它有几个原因啦，就是说第一个它当然就是它是出身亲民党，但是现在有民众党的加持。第二个我觉得最大的原因是它当副市长已经3年，这3年来就是说它也很聪明的运用了我们的社会局、民政局等各个系统，我们台北市的所有的譬如说商圈的那些协会，传统市场，对，然后很多他走了很多市政的行程跟整合，不是走行程而已啊，下补助啊，下预算啊，就是说这些系统其实原来都是比较亲国民党，但是有奶就是娘，
而且黄珊珊本身也是蓝营出身的，所以他们对他的支持是才可以轻易转移的。所以为什么现在好那个郝龙斌，包括赵少康，包括很多人，其实在讲什么蓝白合？其实他们是觉得是黄珊珊是确实是有能力把一部分南军的票吃走，让蒋万安选不上。其实郝龙斌，我觉得他不是一个很权谋的人，我相信他讲的话都绝对反映他内心的焦虑。所以他讲蓝白合讲了好几次这样子。那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就是说对民进党来说是一个比较有利的情形了。那沙卡都的状况，所以陈时中跟林佳龙都想选，都想选，应该是这样讲，看这份民调就知道，一定有人很想选，一定有人很想选。那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面对我们现在的情势，比2018年来说真的是好太多了啦。以台北市来讲，比2018年好太多，不管是议员选举还是市长选举，都比2018年好，所以民进党要珍惜这个机会，要推出最好的候选人。你觉得谁最好？我心中有一把尺。陈时中好不好？林佳龙好不好？两个都很不错啊，两个都陈时中好。在你心中，陈时中比林佳龙好吗？不是，陈时中要不要选，不是人在决定，是病毒在决定。OK。对，病毒到底这个肆虐的状况如何，还是说很快的有可以一个收尾？那这个才是决定陈时中要不要选的最主要因素。我觉得陈时中很想要收尾啊，昨天晚上还有自由时报的专访，上个礼拜还有郑鸿仪的专访，他很认真在增加除了疫情记者会以外的曝光度。是，但是我觉得现在是这样，就是说，我们最后还是有20%的人是没有打疫苗的。OK， 我们要这个部分到底要怎么加强？比如说血统，就是12岁以下的这个部分，要赶快做一个决定。然后还有10%是那些坚持不到目前为止坚持不跟打的人，我们要什么样的方法让他们赶快补起来？这个比较重要。好，我们稍后回来。